今晚的月色真美，风也很温柔，不知道你愿意与我共舞一曲吗？你觉得这种似曾相识的方式还能骗我第二次吗？可是人家这一次可是特意化好了妆，还穿了精心挑选的衣服，还有很多宝箱哦。真的吗？有多少宝箱？我这里最好清醒一点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次我和沈月来就是肩负着拯救这片大地的使命的，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上当的。这次我的脸可以列成舞伴。我去，我喜欢跳舞。不是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接下来就是你了，伊莎玛兰侯居然向我走过来了，不是选择逃跑，而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送死吗？不走过来的话，怎么把你揍趴下呢？那不妨就再走近点吧。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？自从前几天从训使的房间前捡到了一份奇怪的作战记录，看完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原来是从训使的房间前捡到了作战记录吗？那这样看起来就非常合理了呢。屁啊，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再来看医生啊？这不是把你叫过来了吗？这明显是脑子出了问题啊，把我叫过来有什么用啊？只是想把你叫过来看看他而已。啊，什么只叫过来看看吗？对啊，只是叫你过来看看，并且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这是斯凯蒂，他很可爱。确实，